陈生，你终于嚟啦，系嘛？你哋约我嚟究竟想点啊？我哋班兄弟啊，好多嘢想问你喎。咪就系咯，点解你要咁做啊？你对我哋做过啲乜嘢啊？快啲讲啊！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我会俾个满意嘅解释俾你哋。人人话古铜肤色好啲，点解搞到我咁白？话时话，使唔使晒翻多啲灯先？做到古铜色唔系个个接受得到噶。我同你加咗咁白嘅颜色，就希望大啲啊嘛。但系我落咗好多线条，又同你配咗好多灯，令到呢个蓝色又可以跳出个花出嚟，喺简约之中又带到华丽。你估咁容易做得到噶？就算你讲得通，咁个茶几个图肯定你经手噶啦。系啊，冇错，系我经手噶。唔好咁傻啦，你身为一个茶几，梗系要做一个装饰嘅作用。摆喺厅中间，我摆个咁名贵嘅棋盘喺里边，咪凸显咗你个身份。又可以拎出嚟玩，又可以装饰，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啊？咁佢哋又点计先？佢哋系储物柜定系夹啊？搞到我都有啲混乱啊！唔怪之得啊，主人唔带佢哋去旅行啦。虽然你冇得去旅行啫，不过你都责任重大噶。你收埋咗小主人好多心爱嘅玩具，又提供咗欢乐俾佢哋。虽然摆埋咗一边，但好多客人嚟都赞你好靓，乜都递晒啦。咪以为我会咁易放过你啊？你同我上嚟，冇错，你好有心机，用二楼嚟设计咗个好靓嘅儿童房俾个小主人啊。但系我怀疑你偷工减料噃，厨房隔篱个位点解乜都冇搞噶？偷工減料梗係唔係啦，業主都唔知幾中意呢個 corner， 一邊煮飯一邊可以照顧小朋友喺度玩之外，又可以喺度畫喎。我做咗個 whiteboard， 一邊遊戲一邊照顧。誒，唔該謝謝啊。嗱，呢度個木地台下邊又可以做儲物，又可以收藏，你間明未啊？看嚟你都冇讲大话，嚟到主人房，哇！见你将小主人张相放到咁大，可以俾主人可以日对夜对，估你应该都系真心为主人好嘅。不过我都系唔明，点解间屋度装咗16个镜头，咪睇晒成间屋嘅每个角落，佢哋啊收埋得好，唔系我细心都未必发现到啊。Kevin， 你系咪有啲咩居心？你讲。真是冤枉啊！这个业主的要求来的嘛，都不是我的意思来的。这间村屋业主要求多些的保安设施，我在1400尺左右做了16个镜头，但是我的经验试过1000尺做了78个，那这里怎么算多呢？又被你讲得通。再讲啊，在花园整一间这么漂亮的船屋给小主人，连狗哥都成日忍不住上去玩啊，在我面前赞你。好啦，就放过你啦！多谢你啊，九哥赞赏啊！呢间树屋咧都系我个新设计嚟嘅。其实做设计师嘅就系喺度开心咯。我细个嗰阵时都好想有间树屋噶。今次有呢个机会，我就设计咗呢间树屋啦。根据呢个人体工学啊、重量啊，样都关心噶。由小朋友个动线，我哋都计算得好清楚噶。譬如话呢度唔会冚头啦，栏杆嘅高度啊，一切嘅重量、安全性，我哋都要关心噶。最重要系唔会影响咗呢棵树嘅生长噶。你睇下狗哥几开心，系咪啊？不过讲到最得主人欢心嘅，应该都系佢咯。净系铺喺佢上面嘅闪石都要成80000蚊啊！佢咩？佢咪就系个鞋柜咯。你当我是浮夸吧？喂 ，Ringo 啱你喎，啱啊！你有几多鞋啊？好多啊！我有过百对鞋啊！唔算好劲啫，女仔过我哋做 artist 好多，但我有好多已经即系俾咗我妈咪噶啦，系啊，够挤喎。OK， 係咪啊？呢啲就係而家好多人追求緊㗎啦。你唔好以為係元朗喎，但係而家新嘅市中心就係喺元朗，你信唔信啊？嗱，翻大陸又方便，去中環又方便，裝修亦都唔錯，嚇，即係亦都係人見人愛啊！我覺得呢啲啊，似乎幾滿意啦。李導演暫時就好啦，我哋今日準備咗咧，每人有5000萬嘅瘋狂買樓基金，陣間咧大家可以搏命咁競投㗎啦。都請埋咧地產界方面嘅猛人啊 ，Doctor Lau 做我哋嘅專業顧問嘅，咁啊加上業主嘅意見，就為每個物業咧定出個價格。到時就我哋 Doctor Lau 嘅專業評估價。我呢個評估價咧就同一陣間咧，我哋競投嗰陣時咧，邊位咧競投最高咧，即係嗰個得主咧嗰個價錢比較。如果你投到個價錢係平過我哋嗰個 Doctor Lau 專業評估價咧，就你賺咗啦。如果貴過就要蝕啦。當節目完結嘅時間啦，我哋呢個基金嘅總值邊個係最高嘅話咧，得到我哋今集嘅豐富獎品嘅。我哋嘅底價咧，瘋狂嘅出價咧就係7。
五零七百五十，可以隨便舉牌。九百七啊！哇！唉，導演你真係慢咗少少。我想 confirm 多次啊，阿 Ring 你嘅價錢係九啊，九零零啊，瘋狂底價七百五十喎。係啊，哇！志在必得。你導演本來想出幾多噶？佢想出七百零七百八啦。點解嚟呢啲啊？導演呢啲就係咧賺人民幣同埋賺港幣嘅人嘅分別啦。唔係，佢好闊綽嘅，你知唔知啊？所以盲拳打死老師傅咧，啲師奶團真係唔可以睇。同埋升咗值啦，人仔而家升咗值，其實冇所謂，完全唔介意。佢啲四五年都喺度賺人仔，冇得講㗎。亂咁，你九百，我大你九百一。好，係咪真㗎？九百一十，九百一，九百八。九百八十萬，九百八十萬，仲有冇？一千齊頭，一千。哇，開始嚟啦！嗱，我想問熱咗身啦，熱咗身啦，有人。千一。哇，你唔好咁勇字喎。一千零十萬啦，依個一千一百萬啦。我一千零十萬啦，咁。一千零十。零一零，仲有冇？千一百五十。一一五零啊！哇，好大膽喎！千三萬，千三萬。佢哋覺得層樓一直值兩三千。其實你哋覺得會唔會個價錢離譜少少咧，導演？我梗係覺得啦，所以我俾個氹去踩。你浪高咗，跟住你到依家就我唔出啦，我唔出啦，浪高咗啦，係啦，多十萬，一三一零啊，真係。跟住 Ring 話唔出手啦，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仲有冇？一三二零一次，一三五零，一三五零，一四零零，一四零零，好睇啊！呢個真係好睇啊！但係我覺得有少少咧，好似而家樓市咁咧，越炒越癲啊！一四零零一次，一四零零第二次。一四零零成交，好犀利啊！恭喜，不過係咪恭喜好難講喎，可能係卑卑地嘅喎。OK， 睇睇呢個 Doctor Lau 嘅專業評估價就係、是、一千萬啫。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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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都恭喜李導演同埋八兩金成功炒貴一個成佢兩個好明顯有陰謀啦，兩個初初咧就投得幾快，收尾就十萬十萬咁上去。仲有啲就係個瘋狂嗰啲炒家咧，就氹佢落個氹嗰度，等佢早死早著。而家似乎就 Ring 咧呢層樓蝕咗四百幾多錢啊？四千六百啦。